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奇超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49集啊。今天给大家分享泰坦级的潮汐波，泰坦级的官方玩具啊，从2013年开始的猛大帅到现在也有11个年头了啊。这中间的话呢，我只有一款没收到，那就是报应女神号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我定了，但是一直没出货啊，到底报应号都开到哪去了啊？那今天这款潮汐波的话呢，它是泰坦级别，但是其实在原著动画里头，潮汐波没有这么大啊。它会这么大的话呢，是因为在 PlayStation 二代有一个变形金刚的游戏，潮汐波是里头的一个像类似城堡大小的一个 BOSS。所以说在传世系列啊，果然就是一个到处缝合的设定啊，把潮汐波动画里头的样子呢，做成了电玩里头的大小尺寸了。那我们从盒子里拿出来的话呢，会有一个本体，还有另外4块的部件啊。那我们以这个时候呢，先给各位看一下，因为它这个玩具很大啊，怕到时候呢比较不好展示。这是它这个本体部分，上面呢这几个炮台的话呢，它是另外附小零件的，我们要自己装上去。有4门大型的主炮呢，在身体的正面360度的转动，还有它们本身的炮台的话呢，是可以向前面来做，一个发射的。那么有4枚没有副炮管的小零件，只是安插在腹部的位置。那么另外有2门这个有副炮管的这个小零件呢，则是安插在背后。那至于这两个的话呢，是它本来就有的细节刻画。那给各位看一下它本身的塑胶光泽，看上去还算是相当的不赖了啊。这个头雕也做得比较好看一点点。那这两个部件的话呢，则是形成它的腿部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它可能会有锁起来，也可能没锁起来。打开之后呢，内部有一个腿部的部分呢，就把它给翻出来到这边。然后两个腿的话呢，就可以把它给打开，照这样子啊，就会变成潮汐波的这个脚部了。那么剩下的这个长条物的话呢，它就是手臂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处的部件可以把它凸出来，那组合的时候呢，这位就记得啊，你看这边有个缺口，缺口是在身体的后面，这一面是在身体的正面啊，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过来，直接把它跟潮汐波的本体呢做一个组合了。扣上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就稍微的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手臂的一个可动啊，手臂平举啊，完全是有一个超过于90度的一个平举。然后呢，360度的转动呢，各位也可以听到非常非常扎实的声音啊。那二头肌本身在这里可以转动，手肘最大弯到约90度。那这个指头的话呢，比较奇葩一点啊，它是这样子整个打开的啊。那里头有一个大炮的一个形象。那腿部的组合也是很简单啊，从这个地方把它从侧边给卡进去，这样就行了。另外一侧的组合方式啊，也是一样的。那么如此一来的话呢，我们这款潮汐波就完成了它从盒子里头拿出来，初步组合成巨大机器人的形象了。我们呢，把它看一个全身的造型啊，这个玩具非常的巨大啊。我使用了一个广角的镜头，那所以说玩具的边缘可能会稍微有点变形啊。那刚腿这个地方呢，我的变形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应该是把它给折进去了啊。这样子的话呢，它才不会妨碍它的一个接地的表现。而这款玩具整体的外形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虽然说我没有看过这部动画，但是它的配色紫色呢，跟这个铁灰，还有略微白一点的浅灰色，看上去都比较协调舒服，细节也非常的多啊。有一些这个像是发射炮弹的一些位置，那最显眼的还是身上这几门的主炮了啊。硬要我挑毛病的话呢，就是它的后面这个屁帘啊。为什么说挑这个屁帘来说？因为它的这个尤其是前面的裙角会更严重啊。你的这个脚要抬起来的时候呢，整个裙角是要踢起来的啊。它这里是没有再做一个切割，所以你只要踢的话，这个地方就是要给顶起来啊，也不知道你到底是抬腿还是抬其他东西，反正这个裙甲的一个部分是我稍稍比较不能够喜欢的。那上半身的可动呢，刚才在半身的情况下已经给大家解说过了啊。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侧梯，往上还能够再转上去啊。侧边的支撑力度也是很好啊，这个玩具的关节都是蛮扎实的。然后这个膝盖给各位看一下，膝盖的话呢啊，也都有齿轮的关节，脚踝的也都有接地，整体来说啊，还是非常够分量，造型来说我是很满意的机器人了。
那么我们知道说这款潮汐波呢，它身上是有一些配件可以跟这款传世系列的舰队密卡登做一个合体的。那配件的哪些位置呢？我们现在就把它取出来给各位看一下。首先呢，把这个前面的这个鲸部这里打开，里头有一个脚掌的部件，我们把它给拿下来。还有侧边这一块部件也是可以转一下呢，把它给取出来的啊。那另外对称的话呢，大家就自己知道就行了。还有这一侧的话呢，这一块部件啊，如果你不好拿的话呢，你可以先把这一块拆下来啊，再从这个地方，因为它稍微扭一下啊，要稍微的搓动一下这块部件才能够取下来。那这个的话呢是没有用到的，我们再把它给放回去啊，也就是这个脚的内部一个，侧边一个，手掌后面有一个，还有背后的这个部件都把它给取下来。那我们在进行潮汐波还有这款密卡登组合之前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大炮的话呢给转到肚子的这个地方来啊。那这个动画我没有看啊，我就按照说明书上面的一个指示给大家做一个示范，把这个炮拿到这里。然后刚刚这个是从潮汐波的鲸部里头拿出来的这个部件啊，一看就知道是拿来填充脚掌。然后呢，这个潮汐波的腿部侧边的部件呢，它里头有个东西呢，把它给抠出来，两边都有啊。提一下啊，我现在是一个感冒，真的是咳嗽，没什么声音的状态。所以声音看着有点虚弱啊。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要把它做一个组合，它的这个地方左右两侧啊各有两个这个凸，这个凸要把它给抠出来。那就抠这个不是很好抠啊，就是不行的话呢，我们还是使用道具吧。然后呢，就是这两个部分的话呢可以把这个肩膀这里给抠上去。那这个部件抠上去之后啊，它会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肩膀的话呢，等一下才可以负荷得了，不会下垂啊。如果你这里先给各位说，先扣上去。好，到这边啊，那这个扣上去之后啊，它这个肩膀的话呢就会被后面这个地方稍微给束缚住，因为它等一下的话呢要外挂这些东西。我比方说这个这个是潮汐波背后的这个零件，我们把它给转出来到这边，往中间来做一个组合。它这里中间有个小凹槽扣进去，那这里一样的啊，这里是有个凸，这个凸的话呢就是要扣在这里。如果没有先把这个部件扣上去的话啊，它这个肩膀会直接往外滑，当然是不会说掉下来了啊，不会说掉下来。然后另外这个是潮汐波的手臂后面，刚拿下来的时候它是这样子啊，中心有一个双动关节，我们一样的稍微再搓动一个特殊的角度之后，把这个双动关节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这个凸跟凹给扣进去，然后呢两边你看到吗，组成一个狂派的标志，把它给扣上去到这。然后呢这里一样的有一个隐藏的凸啊，它这一次的玩具这个凸的话呢都是隐藏在里头。哎，我看一下它的这个，我这个太早扣了，不好意思，它这个哎，这么紧啊，这样子，它应该是这两个有没有差别啊？这样，好，像这样也行吧啊。然后呢，这个的话呢，就是扣在这里，那两侧的话呢，可以一起往前面做一个发射的状态。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或者是说往前的话，其实很重啊，但是这个人物基本上还行啊。重物都在前面，它还是能够撑得住的。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做一个自然下垂的状态。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潮汐波身上的一些零件，还有我们这个传世系列 L 级的舰队密卡登，它的一个合体之后的一个状态。那各位应该也已经有发现，其实刚刚拆卸下来组合在 Megatron 身上的，它们其实也都是一些交通工具了。像这个应该是一艘运输舰吧啊，这里是一个塔台的一个样子啊，这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甲板了啊。那底盘的话就是如此这一般。那另外的话呢，这是一艘应该也是战斗用的潜舰，或者是航空用的一个军舰吧啊。它的炮台的话呢，这两个部分是可以转动的啊，细节呈现非常的不错啊。后面这个部分的话就把它给隐藏起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能够做一个正常的平放了。
而剩下的这几个部件的话呢，也是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组装和这两个部分组合在一起，然后扣的时候呢，它这个部分的话，我记得是这样子扣啊，它的按照说明书的扣法是这个尖刺的部分是朝着后方，哎，那组合起来之后的话呢，就是一艘飞行用的一个运输艇还是什么的，那这个压这个凸的话一样都把它给收进去啊。刚刚已经有提过了啊，这一次的这一组玩具呢，有很多的凸呢啊，都是可以透过折叠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纳的。那么潮汐波的两只胳膊的话呢，如果你把它收回来，然后呢也是可以组合成一只巨大的航母的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组合的这个位点一样的把它给收进去啊，我们就提过了，这个很多组合的点呢、都是可以做一个收回来，然后它的这个左这一块，它的这里有一块紫色的部件，两手不对称啊，这个部件翻出来啊，这个的话呢是战舰航空母舰的左侧，那么右侧的话只是一片这个部件啊，把它给弄出来。然后的话这个凸一样记得把它给收上去，那两侧的话呢就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组合，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好，那你会发现呢，这个中间的话呢，这个空出来的这个洞去哪，就是刚才的这个小型的这一块运输的一个甲板船吧啊。那这里的话就是利用这个双洞关节啊，这里记得把它给折进去，那这里顺着这个部件的话呢，把它给往下放下去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算是完成了它的一个大型航母的一个状态了啊。而潮汐波的腿呢我们也把它恢复到刚刚从盒子里拿出来的状态啊，以让它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航空器啊。这两侧中间的话呢有一个组合的位点，那这个部件的话呢把它给做一个翻开，那我们把原本取出来的这个部件给重新的放回去啊，应该放反应该是这一边啊，这样子啊，这个注意到这个地方的凹槽把它给扣上去，然后呢这边部件翻出来重新的把它给锁定回去啊，这里忘了啊，这个大腿的部分要放进来到这边啊，将它重新给锁定上。那这里扣的时候呢记得啊，这个翅膀是这个方向是朝前的，然后这里有一个横的一个竖的凸跟凹啊，对应里头的横和竖的一个凸跟凹到这边，然后呢两侧呢做一个简单的两侧呢稍微合并一下呢，就可以组合成一个超巨型的一个飞行的战舰了啊。不过它这两个中间的结合的位点呢，其实并没有说非常的稳固啊，你稍微这样碰一下它还是会掉开啊。这个中间的话呢，我发现好像没有其他可以再扣好的卡扣了啊，所以这个形态下呢，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可惜。由于它本身又很重了啊，你要是稍微拿这样一侧的话呢，就很容易去崩开啊。把玩的时候啊，大家就是去留意一下。不过它的细节还是很多啊，可以看到后方啊这一些推进器啊，或者是说在人形下像是一个火炮发射的孔一样啊，银漆的涂装处理的还算可以啊，那狂派的标志也非常的巨大。那么这个潮汐波的本体的话呢自己当然也是可以完成一个变形的了啊，把它的这个肩膀两侧这地方把它推到中间来，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整个部件往前面啊推上去，笔直的推就可以了啊，推上去，再来把整个胸甲这个部分呢，这里有一些凸跟凹的结合，这个的话呢我建议各位施力的时候呢还是尽量能够垂直的把它往上面提啊，如果你左右动的话呢，我觉得好像会有点白痕，像我这个地方啊稍微有一点点啊，不知道是打开的时候就有呢，还是说我施力不当。这个部件挑起来之后呢做一个旋转，如果你不旋转的话它的头是在会露在这里，你把它旋转之后的话然后再按原来的位置呢把它给盖回去到这边稍微盖一下就行了，不要盖太紧啊，这样一来的话就把它的这个头的话呢给做一个遮盖了，如此一来就完成了一艘看上去有四门主炮的巡洋舰或者是什么炮舰的东西啊。
很大哦，这个东西可能应该有30公分长啊。那底盘的话呢，给各位看一下，底部也有4颗的轮子，1、2、3、4，本身也是有相当好的一个滚动性的。而刚才的这个小型的啊，这个几乎就是它的一个小型的分身啊，就可以在旁边护卫。当然的话呢，你也可以呢把它给回复到它原本的一个形态到这边。那这里的话呢，把它的这个凸跟凹记得把它给扣进去啊。到这里的话，你也可以把它给还原放回去啊。这样一来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军舰的模样。而它的原本的这个运输舰啊，这三个玩具的话呢，都是非常大、非常扎实的。那最后的这个部件就我刚提过了啊，它这两侧的一个卡扣啊，其实并不是说非常的稳啊，放上去的话呢，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就会崩开。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三个巨大母舰的一个样子。那其实它的这三个重量级的载具呢，还可以组合成一艘超级战舰。那我们的话呢，本体这个部分呢，把它这个地方先挑起来，挑起来之后的话呢，两侧这个部件呢，把它给打开。然后呢，我的建议是它的双动关节往侧边打到底，然后再往上折，这个90度是必须出来的。那说明书的组合方法呢，是叫你直接这样子卡进去，但是我觉得呢，这样子扣的话呢，基本上是无法完整的一个组合完成的，所以我会建议呢，我们一只胳膊一只胳膊来变。这个地方有一个紫色的凸，这里有一个灰色的凹在这里，这里是由上下卡进去，然后侧边这里的话，里面还有一个 C 型扣，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扣进去，这样子才能够扣得紧。扣得紧之后呢，中间这里有个缝嘛，我们把它挨过来到这边。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啊，这个部分是它的一个下面的这个部件掉出来啊，无所谓，先让它掉啊。我们到这边，这里有一个凹槽在这边，还有另外一侧，还有一个凹槽，然后内部的话呢有一个C 型扣扣上去，两侧都扣好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来做中间部分的组合。那这里要特别提的，为什么我要强调啊？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变法呢？是我要保证这个地方要折一个90度，这个凸这个凹呢才能够跟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做一个正常的结合啊。好了，然后前面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再次的呢把它给扣回去了啊，扣回去。这里要注意一下里头的一个这里把它这个地方按下去之后的话呢，紫色这个部件也要扣好。这个呢一定是在这里是一个90度的情况下呢，才能够把整个部件呢给扣上去。在这个情况下，它的一个完成度已经很漂亮了啊，而且这个关节的紧实度是非常好的。最后就是把这个部件呢给拆开，拆开之后的话呢，我们要扣三个地方分别是这里有一个紫色的一个，这里有一个紫色的洞，对，灰色的凸，然后内部有一个，这里有个洞嘛，这个洞推这个凸，然后呢这边这个凸要卡进去这个缝里头，所以它是扣的比较靠后方一点点。好，在这边你可以先把这里抵上去，然后呢这个地方再来做一个组合。这个组合的话呢其实也不难了啊，只是说玩具比较大啊，就尽量的把它给扣紧。那么这一侧就好了，另外一侧呢也是相同的一个变形方式啊。这么大的玩具，其实平常如果说一个人的话，有一个闲情逸致啊，一个人在家里的客厅啊把玩这个玩具的话，应该是蛮过瘾的了啊。好了，全部扣上去了，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超级战舰的形态。那我的话呢，就直接把手机啊拿起来做一个手持的一个录影好了啊。它的尺寸大小的话呢，我想应该足足有60多公分了。那这个的话呢，是刚刚它的一个小型的一个战舰的部分啊，我们就把它放在甲板上啊，给大家做一个直观上的对比，你就知道这艘超级战舰啊，它有多么的巨大啦。那它身上的可动部分呢，是这个炮台，一共有4门的主炮是可以转动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这个小型的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做一个转动的，是非常的偏紧就是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前面的甲板部分，占的比例很长，而且有一个狂派的标志在前面。这个甲板的话呢，放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是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地方，驾驶舱的话，应该或者说舰桥的话呢，有左右两侧，中间的话呢，这应该是应该是总指挥的地方了啊。那侧边这里这个斜坡这样下来，那后面的翅膀什么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最让我称赞的还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紧实度吧，你拿起来之后的话呢是非常的扎实，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晃动可以说是组合起来这个重量感还有一个紧实度是很棒的。然后呢，它本身呢也有不错的推车性了因为呢，如果你把它反过来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内部的话呢有非常多的轮胎。那我们来展示它的基地模式之前的话呢，我们先把它的这个手臂上的这个运输件这个部分呢，把它给拿下来，然后这里将它给做一个拆开。那这个待会的话呢，我们都会需要把它架上去。然后四门可以转动的主炮也要拿下来，然后油门脚侧边这个部分通通都把它给取下来。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先给它的本体做一些简单的调整，首先比较简单的是这个脚的部分，这个鞋尖放下来，脚后跟跟鞋尖中间的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这个里面这个部件翻出来，由内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给扣上去。再来的话，大家也就不意外的呢，是把手臂的话呢给往上面做一个翻折，翻上去，然后呢旋转一下它的手肘。然后呢，这里是可以转向。这不好意思，我太用力了这个部分的话呢，把它给翻上来到这边。好，这个地方的话呢，稍微旋转一下这里倒没有很规定怎么变那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个胳膊给往上转，转上来记得它这个都有一个虚位我们把它转到一个笔直的状态，转过来，然后这个二头肌旋转，把这个手肘给转上去，头部的话呢，翻转180度到下方。这整个部件的话呢，一样的把它给转上来，然后做一个旋转。旋转之后的话呢，各位注意到它的这个脑袋后面有个洞，它后面有个洞，然后这里的话呢是有一块凸在这里，这个凸在这里，这个凸呢要卡进去这个洞，凸要卡进去这个洞。这个说明书的话呢有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强调，这里把它给摁进去，好，这里就扣上去了扣上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把它这个腿的话呢，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的这个两腿的话呢，做一个笔直的打开，然后这里有一个关节，把它给折下来，折下来。好的，这是它的一个组合，其他配件的时间就开始了。四门的主炮的话呢，分别在这个地方扣一枚，这里对应边这里也扣一个然后膝盖可以把它转正一点了。然后还有另外的两个炮呢，是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扣其他了如果你想要组合在其他地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的一门炮在这里就是扣到对应边的那一侧去。这一个人玩应该是在家应该是挺好玩的然后呢，说明书呢它没有提到这两块部件最后到哪去所以说如果你不知道放到哪里去的话，你就干脆把它给收回原位就可以了它也并不会因此而不见这个地方就把它给翻出来，把它给收进去。然后侧边这里的话把这个凸给翻出来，然后侧边这里有个洞就把它给扣上去。好，那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一个组合方式这整个要转过去非常的大这个我从下午几点钟下午4点钟吧，我就开始来玩这个玩具了现在已经晚上10点多当然中间的话呢我有吃饭休息一下之类的那我们刚拆出来这个原本的运输航母这个部分呢，它这个是有指挥塔台的这个部分呢要扣在这里，它的这个大腿处各位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扣进去，这里扣进去。那你可以发现扣进去之后呢，它的这个原本这个塔的这个指挥塔的部分呢，刚好可以从这个地方给过渡出来。这里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蛮有趣的两腿不对称的一个造型还好是在偏侧边你不是这样走在中间走在中间这里的话，就真的是不会是泰坦级了，对不对那最后的话不对，还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
另外一侧的这个艺术殿的这个地方，它这里有一个窗，把它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呢，就是朝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这个炮口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把它给抠进去就可以了，形成一个更高大的一个建筑物的一个即视感。好，保持这样就可以了。那最后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潮汐玻璃门背部的这个部件，就是要跟这里有一块凸，我们就把它跟这里做一个组合，这里把它给拖上去，那后面这个头这里刚太用力它爆开了啊，好，扣上去。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它最后的一个基地形态。那我的话呢，还是一样用手持镜头的方式呢，给各位来看这个基地的形态啊。因为是用那个广角的一个镜头，所以看上去应该是蛮有魄力的啊。从上面鸟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啊，它其实也就是一个人躺下来之后的一个样子了。那它的这个背后另外一侧的话呢，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展示。它的松紧度的话呢，比起最开始的那个猛大帅的话是会紧实上很多。有个高塔的造型，背后各位看到了，也是有很多细节的刻画。头部的话呢，翻转了180度，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这边那个空洞的话呢，你可以放一些小比例的玩具吧，就当做是他们一个休息的地方。那整体来说可以动的地方就是这几个炮台了啊，一共有4门的一个主炮可以做一个移动。那么正面的话呢，指挥的塔台应该就是这个部分了啊，看上去好像一张哭丧的脸一样的感觉。好的，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个基地的形态我觉得也是蛮霸气的啊。虽然变形上可能没什么新意，但是造型跟配色上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啊。特别是如果你看它用一个广角镜头由上往下，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塔的感觉。那么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这一款传承系列泰坦级的潮汐波机器人的造型，挺好看的，关节紧实度各个来说都很好，玩法也非常的多样，各位应该能够感觉得出来，它能够单独分成3个交通工具，然后又可以从自己的体内再分出3个交通工具，当然这加起来并不能够6个同时出现了啊，像是航空母舰啊，还有这个运输艇之类的啊，它们有些零件分出去之后的话，自身就不完整了。那自己能够变成3个载具，自己又能够以机器人、基地还有超级战舰的形态出现，可以说是变化非常非常多的一款泰坦级了啊。我觉得吧，我没有玩过豹鹰号了，但是在相较更早一点的方舟来说，我觉得这款潮汐波至少比那一款方舟要好上很多，甚至我觉得吧，也比最早期的猛大帅之类的都可能来得更加的好玩一点。那也比铁甲龙可能更好玩，铁甲龙的玩法就相较来说是更单调了。作为泰坦级的玩具来说，我觉得这一款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今天的话就有个分享到这边啊，声音我都沙哑了啊。对了啊，它还可以分出零件跟这个舰队的密卡灯做一个合体啊，所以它的加分项又加了一个啊。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